哇，一磅4000，无情，30004000，两磅秒杀熊猫。这角色后期装备起来真的是最无解的英雄，说真的。天才代厨，官方赖小老鼠 MVP 6666，正规合法代厨，价格公道，被锁包赔，或者点击资讯栏连结加入哟。各种游戏都有，欢迎介绍给朋友。各位晚上好。喂，哎，我现在有16颗哦。为什么星数这么高啊？原本要睡了，看到又起来了。现在是我的下午2点，哎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来个打野，悟空或奎伦是不是？让我想一下，甲虫跟悟空吧，就悟空可以啊。悟空这角色是狗脚，什么叫我觉得我变帅了？怎么说？我看你大头贴还是长一样啊。艾瑞佛洛伦都快变只会玩射飞丝了，你不要在意细节，只要觉得我变帅这件事就对了。嘿嘿嘿嘿嘿。哦，艾雅卡莉，艾雅跟卡莉，悟空呗，玩个悟空吧。悟空这也是版本之无解角色之一啊，他后期太变态了。来个猴，不行，不能用机甲造型。悟空，我觉得这个英雄啊。还是要用过年的这个须弥瑞林这个造型比较顺，我觉得。欢迎来到传说对决。这个时间神秘会吗？还可以吧。猎人那个版权炮真的是有点无情。娜塔亚那个精明的商人。是貔貅都那么擅长赚钱啊？哎、欸，拉一下，这个龙马不错，帮打，好人。嗯，奇怪，我不是连 WiFi 吗？嗯？杀毁！林多特嘞，哦，很凶。下班看直播就对了，这个夜晚舒服了。下班看直播就对了，这个夜晚舒服了。哈哈，你好啊，亲，好久不见啊。早安，小鱼。换这张看不到了。现在小朋友是都跟小云云一样，有这种中二病啊。喂，你血怎么剩这样？喂，天下低啊！哈哈哈哈，拿那个怪物去，把那怪物拖去打他！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，超好笑！哈哈哈哇，这个帅！哇，尴尬，尴尬！哎，漂亮，很稳重。哇，戳中哎，中！哇，帅，超帅！制裁还在冷却中。哇，戳了。戳了呀，凯撒也没吃到，不像普康是完全放开，只按普攻跟技能很顺。好，悟空是吧？好嘞，弄个钱吧，还把圣剑输出来，有点小落后了。整洁的素材这么难打嘞？林多特嘞？哎呦，谢谢梦什么梦环呀，谢谢15块台币，哎，谢谢首次抖内。林多特嘞，生意难做，只能笑笑的了哈。生意难做，只笑笑的，哇，哎，没事啦，亲大哥加油啊，搞不好闯出一片天，对不对？
快快快快吃快吃 ，nice， 拉一下。雪豹，悟空只要蓝 buff 就是整个就很舒服。安南好久没开了，会吗？谢谢庆大哥70台币啊，会好的啦。哎，戳得好哎！哇，这龙马神戳哎！哇，强啊，龙马！超秀的。拉一下。拉一下。哎呦！好了，我们就交给队友了。火枪可以。Nice， 差点被他反拆。拉一下，先杀后排就对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哎，雾马其实很猛啊，嘎嘎猛。Nice， 后面有鬼。那么就熊猫能杀。借位。拉一下，这个细节看懂吧？这细节应该还可以吧？打野怪借位，哎，哎，被看到了，呼啊！哎，太痛了吧？太痛了吧？我超狠！哇，这卡莉给我出这个，牛批！我的锅，我的锅，我的锅。我是被看到了，我是被看到了，拉一下啊！忘了怀电魔盾。情人节过了啦，冷静些。哎呦，这海牙袂歹哦！前往草丛埋伏。Nice， 抓死佛洛伦。错了哥，哇，佛洛没事，那不他那也嗨，不要了。魔神凯撒降临，决战开始。对了，还好还有抓死。这时间是真的神秘，这时间是真的神秘，还行吧。谢谢陈嘉玲70台币，打素材而已嘛，没事的，没事。拉一下，雅痞神探，哇，一棒四千，无情。查一下，他是叫清醒了。OK， 海雅没清醒了，海雅很怕哦。哎，查一下 QQ， 感觉先推下他。Nice， 抓一只，抓一只。佛洛伦凶欸，他是一个大膨胀啊。
来吧，刷他。太痛了，真的太痛了。这悟空这伤害太痛了，我敲一半应该有个5000了，刚刚。推塔，推塔，推塔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要敲塔，还把人杀了。对吧？一磅多少？3000、4000，两磅秒杀熊猫。这角色后期装备起来真的是最无解的英雄，说真的。别说那个职业场啊、SS 场啊、高端局啊，都可以用这只，只要装备满装就是无解，就这么简单。伤害还可以了，28%，我令月39%，这把其实令月在吸啊，看一下，强啊令月，尖，